音乐才刚下，现场评审跟观众就异常兴奋。男子一开口就嗨爆全场。 这是泰国的歌唱选秀节目，台下有的评审老师停不到几秒，立刻按下按钮回头，看看全场观众的表情就知道有多好听。最后获得全体评审认可，纷纷抢着要收他当学生。 仔细听，许多人对这首歌应该也非常熟悉，它就是动漫《七龙珠》的主题曲之一。《七龙珠》是许多七八年级生的童年回忆，听到这个音乐，脑海中就立刻有画面浮现。 而泰国这名男子选择《七龙珠》当主题曲参加歌唱选秀节目，不但唱完整首日文歌曲，对比原唱还原度超级高，甚至还唱出不同风格，也让现场嗨翻天。 记者泰国综合报道。